Bene, ora in occasione del Natale. 好，刚好是圣诞节，我们想到再次利用 Talk to You 网站向青年传递圣诞节的讯息，带动青年传播教中那些富有启发性的话。为此，再次给青年们提供一个机会，在他们彼此可以交换教中照片的圣诞卡，每个圣诞卡特别印象教中谈到圣诞意义的句子。我希望青年们懂得利用这个机会，他们可以成为倡导者、传讯者、宣告者，见证我们认为基本的价值及这份爱情的奥秘。一位为人类的天主降生成人，为我们这是重要的时刻。此外，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个网站再次让青年与教中建立直接的关系。我们觉得圣诞节正是一个有利的机会，趁着这个节目网站给青年提供机会向教中寄上祝贺，可以用任何形式，文字或图片。我们让青年以创新的方式表达对教宗的感谢、情感与热爱，但却在真挚、深入和浓厚的圣诞神圣的气氛下进行。我们希望青年人能积极地响应，然后我们挑选最有意义、最美好的讯息放在 Poll to You 网站彼此分享。我们觉得这是非常重要，希望 Poll to You 网站能够拉近教宗与青年的关系。 Poll to You 网站设立的主要目的也是这个，逐步让青年认识教宗是谁，教宗在人类所负起重大的职务，他的讯息、他的说话、他的见证、他细致入微的关怀与爱护，但同时却充满深入、丰富、有远见的教导。我们希望 Poll to You 网站再次成为今天促进教宗与青年相遇的工具，总是更真实，总是更有效，总是更广泛的方法，恰恰也是最新鲜的地方。各国青年借此方式可发现新科技打破距离的阻隔，使这份关系总是最丰富，并令青年们意识到他们是某些重要事情的宣讲者，他们可以成为见证，正如教宗要求我们成为这种直视文化的倡导者。把这个任务交给青年人，成为直视，成为数码文化盛宴的宣讲者，逐步的带领人人。我相信青年们恰恰在这个文化下出生，有这个机会，有这个能力，成为数码时代真正福音有志向的宣讲者。我把握机会向大家祝贺一个充满活力与热情的圣诞节。借着圣诞节，让我们每一个接受这个向人类宣告天主是爱的奥迹。看一看我们是否已准备好心灵去迎接它。祝大家圣诞节快乐。Buon Natale, buon Natale a tutti.